炸冬烟拿出来看看呗。这那样给地里面给俺爸一块儿出那红薯来是吧？啊、哦，你看这那个火子啊，本那火啊，本个火子。哦，那会儿我研究了研究，我这到底是个啥嘞？我也没看懂。这上面我看着像一个老东西一样。那看着像国剧的东西，啊，像国剧东西，下面还有字儿，大明玄德，哎，查了也是大明玄德啊。你关键是不知道他是跟啥呀？俺爸我来卖铜嘛，我来这卖铜这个，这也值多少钱是不是？卖铜不中。那你卖铜说实话，这咋说嘞？那你委屈了，屈才了。老李他，俺爸他、啊、他懂的啥？他啥也不懂嘞。那对，但是我想到他。这个东西啊，它是过去文房四宝里边用写毛笔字，知道吧？哦、水烟底啦，经常都，比如说写完之后沾点水，弄点啥，吸笔嘞。哎，对，吸笔嘞。啊、哦，吸笔嘞。过去吸东西嘞啊。啊、哦，啊，都是过去说的那水鱼呗。哎，对对对，是是水鱼就是它。就它吗？嗯，对，就是它。我说一直念着老一辈说那水鱼，嗯，到底啥水鱼？都它牛了。对，就是它。几个长知识了的，这个长知识了。但是站个人来说嘞，这个不像过去了、嗯。那你看看像不像过去的？那我看着不像过去的，我看像新房嘞。新房嘞？对。我感觉啊，最多也都是几十年。几十年？哎，对。感觉不值，我感觉不值几十年。那我这看不出来有啥过去，你说几百年了，这上面现在大明玄德，那你不能说几百年了。看它这上面这包浆的厚了呀。那你这不管都这样看，你都这样看，你咋说呀、啊？这上面由内而发的这个铜锈啊。嗯，这没有由内而发，这没有生根、嗯。这还不生根嘞？嗯，这不生根，假家伙。嗯，黄了。我感觉是真的。那你想那啥吧？嗯，想那啥？嗯，这不得光换点。换点那东西不？那你想换啥？想换啥？嗯。来弄两中华吗？这个？那弄不了，弄不了。啊。家伙，你想弄啥中华、啊？弄不了，弄不了花。你能给多少？给多少？几十块钱呗。几十块钱吧。啊。几块钱不中。那就搞乱弄不了。加点我给你了。你拿着吧，拿着吧，不要、啊、不要不要，搞乱玩意儿啊。啊，不要，那我真拿着了。那两条花子可不得了，我跟你说。好好好好好。